用北有太极，南有咏春来形容咏春拳流传之广，练习人之多，一点也不过分。咏春拳为南拳中一支武术奇葩，是国家发掘保护的武术品种之一。李小龙将咏春拳推向全世界，广东佛山彭南老先生将咏春拳发展到有形与无形之中，随心所欲之境地。咏春拳为内家拳，一招一式都发之内力，以意行气，以气推力，以其达到意气力合一，具有极高的散打实用性。广东佛山彭氏咏春拳套路有初级套路小练头，中级套路寻桥，高级套路标指，器械套路有蝴蝶双刀、六点半棍，还有彭氏咏春拳独有的木人桩练法，是学习武术爱好者不可多得的武术套路。标指的最大特点是将咏春拳的动作从意念上化为一个浑圆体，它的主要手法有三盖肘、贴、摸、荡、捋以及标指手等，是咏春拳的高级套路。
拍马前扬，开前扬马，抽将台仰拳，用肘将双手提起，插沙掌，转腕双掌向下斜插，直拳绕起双柱拳，拖回将台抱拳，推日字拳，左拳冲出，画掌行腕十字白指。转腕副掌横白指，转腕直拳，抽回将台抱拳，右手与左手相同，出手时以肘推动，白指以腕带动，收拳以肘带动，抽回将台抱拳，三级肘，左拳画掌拜指中宫，右肘提起以臂贴耳向左沉腰及下，提腰提肘，转身向左，转腕，左手提肘以臂贴耳向右沉腰及下，提腰提肘，绕向后方，再提右肘转向左方沉腰及下，提肘转腰，把肘向后绕起，右脚向前并步，双掌向前直标，以腕触动双掌白指，转腕成对指掌，压腕成双标掌，直拳拖回将台抱拳，右脚向后弹步，转身朝正面，重复上一动作。击肘时注意沉腰，提肘时注意以腰领起。左手中宫拜掌，右手一肘提起，贴耳向左方及下，再提腰向横托至腰转正中，再转腰，右手画掌标出，左手副掌抽上标出，右手以阳掌标出，再复当捋掌拖回胸前，转腰向正面右方标出，摸掌摸捋掌，向下捋掌，左手插指掌，右手直拳收回，绕掌转腕，直拳拖回将台抱拳，右手与左手相同，行肘注意以腰为轴转动，荡掌以肩肘为轴心转动，抽回将台拳，
左手拜掌立于中宫，右手提肘贴耳向左方击下，提腰沉肘向下收回标出右侧掌，左掌以副掌向外标出，右掌向下斜插，转身成骑龙掌，右手伏虎掌，左手标指，直拳抽回，将台抱拳，右手与左手相同，注意击肘时以腰沉肘，出手以肩臂之力标出，绕起双柱抱拳，抽回将台抱拳，左手成蓝手，右手成更刀，向左方以腰带动转向，右手转为蓝掌，左手由内穿起向右成更手，右手向下成蓝手，左手右内穿起成更手，更蓝式，右手向下按，左手提骑龙掌向前标出，直拳筑起双抱拳，拖回将台抱拳，右手与左手相同，注意转动以腰为轴心，手臂收出以肘为主，双拳化掌，右掌附于胸前，左掌转腕向左方标出，左手呈抱月掌收回，右掌转腕向右方标出，在右掌转腕呈抱月掌，左手转腕向左方标出，右手直拳，左手向下捋转左呈骑龙掌，转腰推出横掌，骑龙掌三次，连续三次，转腕直拳收回将台抱拳，右手与左手相同，标指当掌要以腰脖为动力，按掌以腰直向腹下按，推掌以肘带动使掌向前直推，收拳呈将台抱拳，
双拳化掌向前推出，右掌成骑龙掌，左掌推转右边，右掌直拳，左掌成横山掌插于胸前，沉肘转腕成底掌向下推出，转腕直拳收回，左手与右手相同。沉龙时以腰为轴，推掌以臂肘带动，转腕直拳成降台拳。双掌合拜胸前，以腰脖促进向两边分开，呈开窗望月掌，沉腰坐下，再回拜月掌，领腰提起，重复三次，动作以腰脖促力，肘臂促力，以腰提沉为主，转腕直拳成抱拳，收回降台抱拳。Thank you.
Thank you.